谢所有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带来精彩的表演。哇，那今天让他们不止带来精彩的表演哦，还有带来礼物要送给大家，对不对？小朋友们想不想拿到礼物？哇，好大声哦！好，今天就满足大家的愿望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呢，要看一下大家刚刚有没有很认真的在看我们多多的这一场话剧哦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先邀请到呢我们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们，我们先来出几个简单的问题，考考在座的小朋友们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谁要先出？